Alrighty.第一包题是 DJ 以上的 Jason， 现在是确诊第五天。其实说真的，精神状态其实很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好像除了第一天晚上那边发抖、身体发冷以外，就没事了。我甚至好像连烧都没有发，不清楚，可能是那天晚上已经发了吧，然后退掉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就那天晚上比较不舒服，现在就剩咳嗽跟喉咙里有痰，吐不出来，一直卡在那边。除了讲这个以外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今天要干什么，就说自己还活着吧。对啊，就始终还是要隔一到八号，因为这几天也在家。知道最近怪诞的东西有点失望，也没什么，开始没什么动力去打了嘛，不知道。但是最近就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。亚米大的受神跟新的限定吗？亚米大是什么来着？贯通平衡超少人野，然后超反伤反减速，还有超反减吗？好像有。然后吸取强度来说，其实就没有很高啦。是说用友情能把某些轰爵跟超球击打爆，我觉得还是不太符合预期，也没想到他只会有一个形态，一个手手，这个他的招不见了，没办法。然后现在那个射线的射线大招又无属性低倍率。我在想着他会不会成为基尼欧之后又一个秒王系的，没办法，拔掉了就没救了。紫豆伤害还是有的、啊，你超少了一夜了嘛，就还是平衡型还是什么的，打高难还是有伤害的。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新的什么吧，就超手新圈超手嘛，我觉得他之后又会做一个分享类的啦，就跟你有一样，说不定之后又会聊到。但就先讲讲两个心态我自己的看法啦，就先是天魔使的那个超少的 UL 反重反魔反版那个，觉得不错。那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他把旧友情加强，毕竟拉线这种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才会用到的东西啊。现在他 buff 量伤害有提高吗？好像有啊，忘记了。但至少他的那条线是长很多，也方便用很多，不会限制在两只角色之间，他直接把两边都延长了，这一点是非常好的。然后直接塞这个十二回合的比龙打好率，那也是蛮恐怖的，毕竟他自己也有枪别是缩减，基本上是一巡还是两巡就能弄完了。这边也是有点 OP， 不过作为一只新春来说合格。他始终还是做给天魔使啦，这点是非常开心的。以及他是新水红的那个，像是兔子又像是老鼠的东西的施政。那边新水红的也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道具，就是四叶草。就是玩关键伤害的，就是你捡了道具之后，你就会一定有关键伤害出现。就他可能开始想不到任何加工方法了吧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弄。
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你以后会有些关卡不能利用关键伤害去秒亡了，因为他现在要关键伤害才能打得进去嘛。然后我看看市政好像有蚁王星际二号，然后最新的那个超九木超九之家的，然后跟着值。说实话，其实这个设计不是很好了。你把运气技能弄到 100% 出现也是蛮尴尬的，那拿来干嘛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毕竟是轰爵，我们会希望就是设计一个新的机制，这样一个道具反而就怪怪的。算了，反正看他以后怎么样吧。再来另外一个形态来一下，好。我们上一年出了一个最强的友情，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用大招来秒亡吧。那现在就是用一个第二强的友情，然后用友情秒亡。嗯，蛮特别的思考方法，但是也好啊。反正他一代到五代的水红都能秒掉了，已经感觉是超搞笑的。整体来说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特别要讲的啦，就是干我不想要抽雷姆奥法，真的是成了智障，应该是史上最快被抢球的角色吧，真的是白痴欸，为什么会塞反减速，不是反转移啊？但是他的雷姆 Alpha 的定位本来就是他出一下，就是出的那个当下，我们会是认为说他是去打天魔七的嘛，因为就反减速的很，不是反转移的很少嘛。那通常来说，这个事件应该会飘一阵子，再会有另外一个新的，或者是更强的，或者是相等强度的去代替，或者是参与。同一个市政关卡，对不对？那他才隔了几天来着？十几天？十天有吗？都不知道有没有。所以又变成 ReZero 的圣诞，就是感觉是抢钱，但也没办法了，就今年。这公司就是他妈每个月都是给一个合作你，然后去弄，那也没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，要克的还是克，要打的还是他，要干的还是干的，那我也是抽完了。他妈现在雷姆拉姆一大堆 EMT 还是只有一只，然后我现在不敢抽了，我现在不知道干不干出库好，石头是很多可以干了，但。很懒，我看一下今天有什么特别的。我还摔了一个，啊，昨天吧，阿尔法十连也不错。其他的话，新系列，一如既往的每年初都有一个什么五G 系列啊。那今年有个11连，啊，不是11连，每日1连。免费抽，大概这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，我先撑着吧。什么有什么时候？料理之啊，对哦，料理之路又复刻了。说实话啦，如果明年。没有史莱姆或者是刚练第二弹的话，我真的想退坑。慢慢淡下来的那个热忱，特别是有种感觉，它就是变成 FGO 的样子，慢慢的。特别是最近这段期间，我还去补了钢炼，以前没看嘛。看完 FA 就是09版的，03版在想要不要继续看，因为前面剧情就差不多了，后面有改而已。
就变得特别想要港联合作，看明年有没有机会啦。反正他现在又20周年了嘛，说不定突然出一个也有可能。个人还是港联加史莱姆啦。如果真的明年12个月都没有出的话，三游戏。不过我会在集满2只鸡手之后再删了。之前承诺过的东西，但是现在暂时没办法做到。去完旅行之后，啊，这样了，今天闲聊一下，可能大个周记，I don't know。周记做完一集之后，后面就没什么素材了。就这样，拜拜。